来跟你收100哦。谢谢，谢谢、啊，谢谢。好，欢迎这次喽。原则我们会把原始的包装放在它方便取得的地方来做，所以我们卫生局来检查的时候就会确认它的原始包装，看它的有效日期的部分是不是符合规定。食品标识的部分的话，今年的话我们有请你们要做补货的日期，所以你们知道说你们到时候有加新的货品或者换新的货品，这边都要再改期限。好 ，OK， 跟这里。补货日期会写二月，那个进货日期哦。对，然后你再补的时候就要再写。哦，好。对对对，啊，消费者就知道说你这包是什么时候打开来的哈，才会知道说，哎，这样买会新不新鲜。食物不能够直接接触到地面，对，一定要把它垫高起来，这样才不会有一些污染。对对对。所以如果你们看到那个摊商，如果他的那个食品是直接放在地上的，好，这个部分可以来跟我们做联系，那我们就会辅导商家来看待。第一个，如果您的标示不清楚，建议不要买；再来，过于鲜艳的食品不要买。那如果说有异味的食品也不要购买，还有来源不明的食品不要购买。那最后就是，如果包装上有破损的一个产品也不要购买。